大家好，大家好，歡迎各位今日出席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開幕禮。我是今日的司儀嘉賓林偉豪。剛才的影片是不是很吸引，大家都很想即刻親身落場探索一番呢？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是位於大埔林村，這裡的環境的而且確是非常非常之靚的。經過六年的時間，由計劃到重建完成，以至到今日是我們的營地正式開幕。開場的時候和大家都分享了在這幾年當中很多建築過程的花絮，大家都感受到的而且確是花上了不少的心思。重建之後的訓練營總樓面面積達到5646平方米，比以前的可使用面積是足足多了接近五倍那麼多。與此同時，宿營的人數、日營的人數都比以前增加了接近兩倍，所以話咧係絕對適合青年朋友一家大細，以至公司團體，大家嚟到呢一度一齊參與歷期訓練噶。喺呢個時候，我都想先為大家介紹，亦都邀請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羅仁禮先生 M.H. 太平紳士上台為我哋致開幕詞，有請。歡迎羅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太平紳士。香港賽馬會副主席李子厚太平紳士、陳仲尼太平紳士、各位理事會委員、各位嘉賓，大家好！歡迎各位莅臨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工作獎勵計劃迎開幕禮。首先非常感謝榮譽嘉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同埋香港賽馬會副主席李子厚先生，將會視像形式為開幕禮致辭。我亦要特別感謝徐局長在繁忙的公務之中都抽空嚟臨擔任我哋主禮嘉賓。民政局一向致力青年發展，統籌各項發展措施，並向我哋作出支持同埋資助。本人僅代表獎勵計劃向徐局長表示感謝。營地重建項目得以順利進行，我代表獎勵計劃同仁由衷心感謝陳仲尼先生在任主席期間大力推動，由開始構思、計劃、聘請顧問公司設計、尋找機構申請撥款以及興建，都是由陳仲尼先生親身帶領我們。如果沒有他的英明領導，我相信今天我們不能夠造成這個訓練營的重建，所以希望借助大家的掌聲，多謝陳主席，多謝你仲尼兄。今天很榮幸還邀請到陳生為我們擔任主禮嘉賓，亦感謝榮譽會長范佐浩太平紳士、鄧慕廉博士、大埔鄉事委員會林奕權主席、林村鄉公所張振邦副主席同埋獎勵計劃理事委員抽空親臨現場，一起見證 AYP 重要的里程碑。訓練營自80年代啟用至今，已經向超過550,000人提供體驗式歷期學習和康樂活動，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港幣2億300萬，作為營地重建工程和活動發展之用。本人僅代表理事會同仁衷心感謝香港賽馬會對青年發展的支持和貢獻。而過去幾年間，縱然遇上不少的困難和挑戰，本人亦十分感謝同事們和建築團隊努力不懈，一起克服和解決。今日很高興同你們一起見證今日這個營地的成果。最後，今年是 AYP 的60周年，我們繼續會同各政府部門、青年團體合作無間，推出戶外歷期訓練活動和多元化的計劃，支持青年人的全人發展，讓青年人能夠探索和裝備自己，環抱未來的挑戰。多謝大家。多謝羅主席，請就場。現在恭請榮譽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婚宴 GBS 以視像形式為我們致辭。李子厚副主席、羅仁禮主席、各位嘉賓、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好！我好高興今日以視像嘅形式參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工作
訓練營的開幕典禮。我熱烈祝賀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AYP 的新營地落成，並且衷心感謝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在2016年捐款超過2億元，全力支持訓練營重建和發展的各項活動。重建後的營地可以說是煥然一新，城網、攀石牆、閃避球場等各種嶄新設施一應俱全，而且增添了科技和創新的元素，例如攀石牆和閃避球場都運用了 AR 擴展實景技術，讓青年人有更加生動的體驗。我期望社會各界能夠善用這個新營地為青少年舉辦各種訓練活動。我亦都相信每一位參加者在新營地將有豐富而有趣的個人和群體學習機會，肯定有助他們了解自己的潛能，促進全人發展。AYP 在推動青年工作方面一直不遺餘力，通過各種活動協助青年人建立積極的人生觀，並且鼓勵他們對社會有承擔，兼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是特區政府在青年工作方面的重要合作夥伴。為了進一步支持青年人健康發展，我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推廣青年戶外歷奇訓練活動。就此，我知道青年發展委員會已經通過青年發展基金推出新的計劃，為青年人提供有系統、具規模和高質素的本地戶外歷奇訓練活動，並已經成立專責小組跟進。視乎疫情，我們期望在今年內可以推出試點計劃，屆時希望 AYP 能夠鼎力支持，為青年人提供更加多優質的戶外訓練機會。今年是 AYP 60周年鑽禧紀念，適逢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重建竣工啟用，確實是喜上加喜。我期待 AYP 今後繼續匯集各方力量，和年輕一代並肩攜手，齊心為國家、為香港作出貢獻。多謝大家。多謝行政長官一直以來對 AYP 的支持。訓練營重建工程能夠順利進行，實在有賴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鼎力支持。接下來的時間，我們邀請主禮嘉賓香港賽馬會副主席利子厚先生太平紳士以視像形式為我們致辭。行政長官、徐局長、羅主席、陳主席、各位嘉賓，大家好。我很高興今日代表馬會參加今日的開幕典禮。馬會一直致力建設更美好社會，透過稅款和慈善捐款，將博彩和獎券收入回饋香港。作為全球十大慈善機構之一，馬會一直和多方面合作，主導推行和支持不同種類的青少年項目，創造更有利青年發展的環境，鼓勵他們去開拓多元的潛能，裝備自己應付社會發展的需要。在青年工作方面，馬會和 AYP 由60年代起已合作無間，包括36年前捐助 AYP 起這個訓練營，為青年和家庭提供營地設施和多元化的訓練活動。由於設施老化，營地亦都唔夠空間，社區對青少年培訓嘅項目需求亦都增加。馬會喺2015年捐出2億300多萬港元重建訓練營，同埋支持有關嘅訓練活動。重建之後，訓練營嘅總樓面面積增加近五倍，仲加入咗 barrier free 設計，歷奇訓練設施。加入了科技元素，好像 AR 爬山牆和 AR 閃壁球，令到訓練更加有趣。訓練還得到 BEAM Plus Provisional 的 Silver Award， 為節能和減碳出一分力。馬會亦同時捐助兩個計劃配合新的設施，賽馬會多元同行青年計劃，就是向邊緣的青年
分享人生的经验和正面的价值观，提升他们的社会技巧、生活技能和自信心，培养共融和服务社群的精神。另外，赛马会凝聚这一家计划，就是透过康乐和体育活动促进亲子关系。今年是 AYP 成立60周年，我想向各位 AYP 朋友表示衷心的祝贺，亦都好感谢特区政府、大埔和林村市民对我们这个重建计划的支持。过去一年受到疫症影响，不少人都想去郊外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相信训练营开幕之后必定大受欢迎，我祝贺训练营一切顺利，多谢大家。多谢李副主席。马上我们将会为香港青年奖励计划赛马会爱丁堡公爵训练营进行开幕仪式，在这里也都邀请我们的嘉宾准备到台上为我们主礼。现在我们先欢迎有我们今日的主礼嘉宾，请各位现场的朋友，我们以掌声欢迎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先生太平绅士。李副主席将会以视像形式参与，而在现场我们都欢迎罗主席。继续邀请奖励计划名誉会长及国际青年奖励计划国际信托人陈仲尼先生 SBS 太平绅士，欢迎。马上将会请几位嘉宾为我们主持一项简单而隆重的开幕仪式。一阵间在我们倒数三声之后，就会邀请主礼嘉宾一起将手上面代表 AYP 五方颜色的彩珠注入泥土，寓意训练营将会培育更多青年人挑战自己，环抱未来。在这里也容我邀请在座的各位嘉宾和我一起由三开始倒数好吗？预备，三、二、一。Thank you， 多谢咁多位嘉宾，亦都请各位手持手上嘅陶瓷杯，望向镜头嘅位置，我哋一齐影一张合照留念噶。请各位望向台前中间。Thank you， 唔該曬咁多位嘉賓，亦都請幾位嘉賓繼續留步。麻煩我哋嘅工作人員啦，可以先幫我哋收起手上嘅陶瓷水壺。唔該曬。然後咧，請幾位嘉賓可以企近啲中間嘅位置啦。今日嘅天氣非常之好，相信大家都好認同啦。所以剛才住下嘅種子咧，好快就已經長大成為菜苗啦。馬上我哋將幾棵菜苗交到去我哋嘅嘉賓手上先。跟住落嚟嘅時間啦，當然亦都想請幾位手持手上嘅菜苗望向鏡頭，一齊多影一張相啦。其實在我們的訓練營裡面有一個小小的農莊，是由 SEN 義工學員一手一腳踏出來，所以說是充滿汗水的。而這幾棵的菜苗之後都會交給他們悉心照料，讓他們繼續茁壯成長的。在這裡先多謝幾位嘉賓，不如我們先幫幾位嘉賓保管住手上的菜苗先好嗎？麻煩工作人員。另外都容我係再一次謝各位的掌聲，多謝我們台上面的咁多位嘉賓，也都請各位嘉賓移步到台前就坐。 Thank you。 訓練營的開幕除了是標誌著 AYP 的一個新里程之外，也都代表著將會推出一連串的宣傳計劃。在營地裡面有這麼多嶄新好玩的設施，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不如在這個時候我們先跟大家一起看看。
好的推廣活動更加是一個接一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除了捐助營地重建之外，亦都同 AYP 推行兩個相當有意義的計劃。其中賽馬會凝聚者一家計劃就是希望增強家長和小朋友溝通以及關係。另一個計劃是叫做賽馬會多元同行青年計劃，這項計劃就是希望透過多元人才幫助邊緣青年學習工作技能和正面的人生觀。馬上我們都準備了這兩項計劃的短片和大家分享，一起看看。親子關係是一段互相陪伴和理解的旅程，你想不想更加了解你的小朋友呢？你又想不想跟小朋友更加亲密呢？赛马会凝聚这一家计划，透过技能学习、康乐体育和野外力奇等的主题活动，以轻松和玩乐的方式，令父母和子女在投入互动的同时，亦都加强爸爸妈妈和子女之间的沟通和了解的。有效的双向沟通就可以令亲子关系 level up 啦。课室以外，周围都是学习和成长的好机会。赛马会多元同行青年计划邀请多元人才做导师，向边缘青年教授多方面的技能，分享人生经验和正面的价值观，提升他们的社交技巧、生活技能和自信心，培养共融和服务社群精神，成长路上一起走过高山低谷。这次的旅程就等计划的导师和你们一起行啦。今年是 AYP 成立60周年，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精彩活动里面可以见到大家。至于开幕礼来到这个时候也都已经去到尾声了，再一次代表大会感谢各位嘉宾的来临，多谢各位。